特意来找你，你不想见见我吗？我在你身后。我是不是应该杀了你？哼，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够杀了我。你的手里什么也没有。永远也不要觉得自己聪明，别侥幸，别尝试。我说过，不要尝试。你能站起来，我们聊聊吗？你真的很厉害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说你应该杀了我。对，可是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如果你能回答，我会考虑放你走。你是不是想问我是谁出卖了你们，对吗？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。不错，我想听你讲个故事。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人来的吗？这就算是故事的开始吗？小伙子，你太年轻了，我只能告诉你，那确实是个阴谋。但是我不想浪费唇舌向你解释，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。你不觉得这样杀了我太可惜吗？是的，说实话真的很可惜，可是没有办法。看来你并没有可怕到让我不能对付的地步。你知道什么是白磷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哼，你太年轻了，这套把戏是没有用的，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那你听啊。杀了他的，你又在玩花样。你总是失败，失败之后总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。你不是已经制住他了吗？为什么不杀他？我隔着板壁只能通过你来确定他的位置，不是吗？你对付不了他，这只能证明你无能。记住，别再说我无能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听见了吗？回答我。
又让他跑了是吗？让我怎么说呢？你们答应过我绝不失手，你是忍者，应该明白食言的后果是什么。我明白，请给我点时间，等我杀了他以后，我会谢罪的。剖腹谢罪？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，所以你不用谢罪。现在已经不是幕府时代，我只要你杀死他。我会的。不应死了，这是件好事情，而那个年轻人也许并不知道真相，但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定，因此他也一定要死。记住，任何事情绝不能麻痹大意。关羽不是因为大意才丢掉了荆州吗？是。武功那儿怎么样？他都知道些什么？啊，我已经去找过武功的保险柜了，信不在里面。武功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，千万不要大意。要记住，一切都要进行的真实可信。如果我发生危险，请将信转交关东军司令长官齐元大将。好像小渊长官已经感觉到他要遇到什么不测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老伙计，你们就这么看着自己的老伙计死在你们的面前？师父，一定要找出那个叛徒。Thank you.
相信我，你的血不会白流。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吧。你是谁？怎么会知道这里？这也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。你老实点。你最好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还是劝你们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不要让我生气。你们是谁？你太嚣张了。还用我再问一遍吗？有种你就开枪。看不出来还是条好汉。不想说说吗？你们两个到外面守着。好。我叫宋三，是地下党锄奸队的。看出来你这身硬骨头和我爹很像。什么叫锄奸队？锄奸队就是除掉内部的奸细和叛徒。你们是来找步英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步英的。他死了。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你们想告诉他什么？你先告诉我你是谁。我是他的徒弟。徒弟？我叫燕双鹰。我相信你。我们是来告诉他他的联络人是叛徒。喜鹊，你也知道？我要是早知道，就不会让他去送死了。谁是喜鹊？我们也不知道喜鹊到底是谁。他们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，全是单线联系。喜鹊的真实姓名只有他的上级游击三组组长和不应知道。那么游击三组的组长是谁？他直接受区委领导。我们从那里查到了他的姓名。他叫燕彪，住在南岔子村。等我们赶到南岔子村的时候，那里已经是一片火海。这个你也知道？燕彪是我父亲，我就是他的小儿子。什么？是燕彪的儿子。哦，你接着说吧。啊，前几天区委得到喜鹊叛变的消息，马上派我们设法通知燕彪和步英。可是已经晚了。哎，真可惜呀。哎，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？哦，三年前我和步英一起执行过任务，他把我带到这儿来的。到今天我们已经来了两天了，白天出去打探，晚上回来等他，
今天我们发现有人来过，还以为是他呢。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可以回去了。你能协助我们除掉这个叛徒吗？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。给我接关东军司令部。是的，我是云上县特高课课长武功，我想和齐元长官讲话。什么？接不通？好吧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刚才听见武功给关东军司令部打电话，哦，要见齐元长官。这就说明他已经看过这封信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是。现在怎么办？当然要阻止他。我马上办。要做到不露痕迹。嗯。
出去。啊，沈先生，有事吗？没什么。本来我想找你商量一些事情，不过我看下面已经备好了马。啊，我明天一早就回来。好吧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这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。是。你们的党组织要不要我这样的人？当然需要。我们共产党就是要联络广大群众，与日本鬼子和反动派做斗争，给咱们穷人打天下。哎，那你们打土匪吗？当然打，只要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们都打。我爹我师父还有你们都是这个党的，我想这是一个好组织。等任务完成了，我带你回区上。你身怀绝技，胆大心细，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人。好啊，我爹和我师父都死了，喜鹊又是个叛徒。哎，你是不是能跟组织上说一下，咱们几个人重组游击三组？那可太好了。游击三组一向都是敌后的一把尖刀，都是由区上一些身怀绝技的同志组成的。不瞒你说，前几年我也想进游击三组，可是头脑简单，只会些三脚猫的功夫，所以人家不要我。咱们合作一定会挺好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联络用的石牌，我的这块后面刻着锄奸队。如果真能重建游击三组，那咱们可得在石牌上面刻几个大大的字，哎，在其他同志面前显显威风，哎，那才叫过瘾呢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双英，你怎么了？这上面刻的是什么？好像是只鸟。是什么鸟？什么鸟？看不清楚。是一只喜鹊。这么说？对。这就是我师父和喜鹊接头用的。喜鹊，这喜鹊究竟是谁？喜鹊，喜鹊。沈先生，吴公君，旅途愉快呀！
这是怎么回事？报告长官，保安中队今早发现了武功课长的尸体。在什么地方？四方台。那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，他去那儿干什么？一定是游击队干的。命令驻军马上进行搜索。是。好了，各位，把武功军的尸体好好陈列起来，他是帝国的英雄。这是你的手笔吧？哼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们上次分手的时候，你跟我师父说的。你师父好吗？他死了。什么？他被日本人乱枪打死在老伙计墓前。他怎么？他被人出卖了。谁呀？喜鹊。喜鹊？没听说过。他不可能被不认识的人出卖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？是吗？我倒没发现。你找我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想知道谁是喜鹊。你怎么认为我就应该知道呢？这个东西是你给我师父的吧？那上边就刻着一只喜鹊。你认为是我出卖了你师父吗？你就是喜鹊。不错，我就是喜鹊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把你的武装带卸下来，放在地上。你的枪机还没有打开，你师父没教过你，在关东山没有打开枪机就意味着死亡。没有，这话我是刚刚听你说的。按我说的话做，一步也不要做错。我的枪机可是打开的。把腰刀拔出来，放在地上。腿刀，举起手来。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？因为你比步英还要危险，所以我必须谨慎，否则死的很可能就是我。把手举起来。你
这是干什么？你的飞刀呢？这一点我和我师父不一样，我从来不带飞刀。你可以坐下。你一定得了不少好处吧？这不必说，钱自然有。现在武功死了。什么？是游击队干的。是灭口吧？你的确很聪明。是的，是灭口。我从现在起就是特高课的副课长。为什么是副课长？因为特高课的课长都必须是日本人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一直在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想起我来。我师父是你的老朋友吧？是的。你对朋友可真是仁至义尽呢。你在讽刺我。如果你把这话当成赞扬，倒无伤大雅，至少我是可以理解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连出卖朋友、叛变组织、给日本鬼子当狗腿子这种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，把讽刺当成赞扬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我对你已经非常客气了，请你不要激怒我。我并不想激怒你。看来我师父说的那句话真是有道理。什么话？在关东山要想活命，就要忘掉朋友这两个字。他最后还是死在了朋友的手里。你的话很多呀，这一点可不像你师父。你是不是要把我交给沈七七？那当然。我要让日本人看看，日本人办不到的我能办到。你真的很厉害。科长，他们是特高课最厉害的四位特工，我把他们请来了。他们将押你去县城，亲手交给沈七七。你也太谨慎了吧。我的武器全都拿出来了，我已经无计可施了。是的，看来我们该好好的庆贺一番了。好，兄弟，交给你了啊。哎，孙子。喜鹊啊，喜鹊，我真是没有看错人呐！啊，现在才可以说是尘埃落定，你是怎么制住他的？我太了解步英，所以也太了解他。对付他们，不要主动找上门，要耐心。要等，等他来找你，那个时候就说明他沉不住气了，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。
你的确很有耐心。喜鹊，等你把他玩够了，就立刻除了他。这种人不宜久留啊。是，长官。沈先生，你不想亲手杀他吗？他不是我的战利品，是你的，我不会动他。太君，太君。一切按计划进行，动作要快。好，走。哎，李慧怎么没回来啊？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。哎，沈先生，那四位特工呢？什么四位特工？就是押燕双鹰回来的那四位特工。押燕双鹰回来的只有三个保安队员。不好！他果然逃脱了。我早就料到了。他们对付不了燕双鹰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继续执行清洗计划。好。他奶奶的！来人呐！有，把大门给我关上。走。是。关上大门，快！关上大门，是关上大门，来，快了！兄弟，辛苦了。哎，不辛苦，你们是不是出事了？是啊。你还没走？为什么要走呢？这儿有这么好的房子，这么舒服的椅子，我今天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这是你手下的四个特工，你杀了他们？那不过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的武器其实也没什么，你不过是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飞刀。飞刀？把你的枪放下。现在，你总可以说了吧？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